准备好了吗？师兄太猛了，这几次的声援的确做得非常好。我想应该是某一个粉丝特别的用心，都是真爱啊。加油，谢谢。嗨，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是今天晚上最万众瞩目的了。那么今年的金曲歌王的称号究竟花落谁家呢？小安，你觉得呢？会是我们的人气星星高芒呢，还是迷倒万千少女心的音乐王子苏星宇呢？还是让我们屏住呼吸。我就来宣布，本年度亚洲流行金曲大奖最终的得主是音乐王子苏星宇。恭喜星宇！首先要感谢大家把这个梦寐以求的奖颁给我，感谢我的公司，我的制作人宋明先生，感谢我的经纪人，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，我的成功是他最大的快乐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拿着这个奖，我相信他一定是最高兴的那个人。我可以肯定，他现在在看着这场颁奖典礼，因为他绝不会放弃对我的任何关注。在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一直有一个人相信我，支持我。他是我的第一个粉丝，也是在我音乐事业上最大的帮手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离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再次从我的世界里消失。但是这一次，我不会再心灰意冷，因为我相信他对我的爱。他常常说我是一个非常幼稚不成熟的人，现在我可能会做一件
我人生当中最幼稚的事情，但是我的心告诉我，我这么做是对的。星宇，没关系，去吧，去，去。星闪烁，是否像爱情？一眨眼就要错过。不如说，我们这世界人太多，一软弱就会淹没。一路走来，为谁而奔波，才不断失去下落。虽然爱逃不过现实的逼迫，我们又何苦太快失落？别听我说，听内心呼唤，这是否想要的结果？别跟我说，你情愿不死不活，隔着这人海相濡以沫。许过多少承诺，才懂得把握，情太深想太多，才擦肩而过。什么都可以错，别再错过我。你在哪里，请跟我联络。你这么一闹，你粉丝又该疯了。谁让你躲得无影无踪的？我只能用这个方法把你找出来。那这次只能跟媒体说你是鬼迷心窍了，才能化解这次公关危机。你已经不是我的经纪人，想这么多干嘛？各自在人海相濡以沫。这是我最想拿的大奖。别再错过我，你在哪里，因为我爱你。跟我联络。